很轻。你打这是什么球啊？冲天炮。冲天炮是吧？是哦，那是你4岁5岁的时候说的话。哦，对。那现在这个叫什么球？叫稍微冲天。稍微冲天，火箭炮。火箭炮。嗯，几号铁？八号。看不到。八号。哦，八号 ，OK。那你现在换杆吗？还是继续打？换杆。换几号？然后继续打。好。对，开始。我选了 P 杆。嗯 ，P 杆用在哪里 ？P 杆用在沙坑。沙坑球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你可不可以挖起来。哦，有挖起来耶。你满意吗？有。好，那等等要表演一下你的木号木杆。好 ，OK。继续。好。请问一下又是什么？木杆。几号木？一号木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吧。哇哦！超过100码。嗯，它这个木杆用在什么时候？跟小朋友介绍。用在开球的时候。开球哈，有没有要不要架一个什么东西？架梯。一个高高尖尖的。让我们看一下梯子长什么样子。好哦。差不多是长这样。哦，上面还可以架球，那个插在哪里？尖尖的地方。这个哦，插在草皮上。草皮上面哦。它是这边。看球的时候就是插边。哦。然后上面就是白球，这样。嗯。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松的。嗯。其实很紧。对，这个假的草皮，所以。对。嗯，好的。在真的草就这样插进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